昨天天美终于更新了牛魔的新皮肤，并且开始了六元限时秒杀活动。由于这名英雄属于辅助类，并且老派男英雄比较冷门，因此许多玩家并没有积攒13888金币购买该英雄的习惯。但实际上有个没有牛魔也能六元买皮肤的方法，别让天美知道啦。阿德福蒂斯门茨虽然此次天美还特意下降了200点券，但在游戏内依旧是要拥有英雄才能购买该皮肤，但实际上在腾讯的掌上道具城中可以直接跳过这一个步骤直接购买，价格还是 5.7 元，还省了 0.3 元。这个腾讯的游戏道具官方应用上，天美一直没有修复这个部格，而且小编猜测运营团队也是分开独立的，在这各团队中是直接跳过购买牛魔这个英雄，咨询你要不要直接购买皮肤，不过还是会提醒一下你没有这款英雄。因此没有牛魔英雄的玩家可以在腾讯的掌上道具城购买，可以省下13888金币，包括下周上线的55开黑杰、凯的曙光守护者皮肤。阿德福蒂斯门茨不过根据小编自己的测试，是只有安卓系统才能在应用购买这款皮肤，在 iOS 系统只能在游戏内购买，因此用 iOS 系统的玩家可要错过这个布格了。这样一看，安卓系统的玩家还有先天优势。玩家们，看完了这个跳过英雄买皮肤的布格，你们的金币可以积攒起来购买自己喜欢的英雄，下周凯上线时，哪怕不够金币也要记得在这个通道进行购买哦。阿德福蒂斯门茨王者荣耀阿西亚充值站史上最便宜，请加微信询问 LIYAWEN2020。 第二个微信开通了，斯亚斯 IAR 加不到微信的请英博斯留下微信号哦，我们会添加您的，我们就这两个微信号，充值的朋友们别加错了哦。阿德福蒂斯门茨。